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1年61号彰化站，彰化站。20:21左右是23。然后发车从三元港嘉义，然后前两天阿爸牵着瑞邦发车从三元港嘉义，哇，在我家乡瑞邦始发，然后到彰化的时候，竟然是跟168碰面哦。啊，如果小面干嘛在你们多多点我们大吉王，来来吃就来。这168次，放了发车，经由西关线东南段开往彰化，终于在终点站彰化站停靠的。1AU1209编组的红斑马这条延伸120013120013，感谢支持，谢谢，拜拜。